大家好，我是苏哥。大家好，我是拉蒂。前段时间啊，印度首富就是新石工业的董事长穆克什·安巴尼的小儿子阿南特和来自印度医药巨头家族的千金拉蒂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前派对，现场啊名流云集，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伊万卡·特朗普、不丹国王都专程赶来捧场。安巴尼家族呢还邀请了雷哈娜来做表演嘉宾，共献唱了19首歌。据说他的演出报酬高达900万美元。宝莱坞的大牌明星啊也悉数到场，印度的三大汉啊，阿米尔汗、沙鲁克汗、萨尔曼汗同台表演，载歌载舞，可见这个安巴尼家族啊在印度的影响力。婚礼上，首富的老婆妮塔佩戴的祖母绿项链价值6000万美元啊，网友们都说这是巴掌大。新郎阿南特的手表价值160万美金，据说连扎克伯格夫妻看了都赞叹不已。在给宾客的婚礼请柬上，仅着装指南就长达9页，那根据不同的场合、派对主题提供了不同的着装建议，希望每位嘉宾为这场活动准备至少5套不同风格的衣服。据报道啊，这场长达3天的婚前派对啊，耗资约1.5亿美金，共邀请了51000名宾客啊，光是5星级酒店的餐饮合同就高达2600万美元，这是挥金如土啊！咱们来了解一下他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吧。哎，好，根据福布斯富豪榜的数据啊，穆克什·安巴尼的家族财富在1170亿美元左右，不单是印度首富，还是亚洲的首富，在全球也能排到第9名。信实工业呢，涉及石化、零售、纺织、电信、媒体，在世界500强排名88位。这个穆克什·安巴尼呢，实际上是一个富二代。信实工业是由穆克什·安巴尼的父亲德鲁拜·安巴尼一手创立的，我们就叫他老安巴尼吧。老安巴尼啊，共有2儿2女，两个女儿因为都已经嫁人了，没有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所以呢，老安巴尼死后啊，那么信实工业呢就归了这个穆克什来接管，公司就不断发展壮大。说回这个穆克什安巴尼，穆克什安巴尼的老婆呢叫妮塔啊，出生于孟买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的妮塔是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她自幼便和身为舞蹈老师的妈妈呢学习婆罗多舞，所以她业余时间呢会兼职做舞者，经常出去演出。婆罗多舞是印度的一种最古老的舞蹈，在小儿子阿南特的婚前派对上，妮塔还亲自跳了一段。妮塔就是这样，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呢就有老安巴尼，老安巴尼呢一眼就看中了她，想把她娶回家里做儿媳妇。后来呢，老安巴尼呢亲自给妮塔打电话啊，说想把自己的大儿子穆克什介绍给她。不过这个妮塔一开始就根本不相信啊，觉得印度首富啊是以为他是个骗子呢。后来呢，老安巴尼找到了妮塔的爸爸，这才说服了妮塔。有时候人命运的改变就在一瞬间，不过年轻时候妮塔确实挺漂亮的，我们看一下妮塔结婚时的照片，怪不得当时老安巴尼要相中了她来做儿媳妇。这眼光是相当不错。后来的穆克什和这个妮塔开始交往，并很快结婚了。来自中产家庭的女孩妮塔变成了全印度少女都羡慕的豪门阔太太。都说男人婚前婚后2个样，可穆克什却不是这样，结婚之后呢对他太太依然非常的好。印度媒体曾形容穆克什是他妻子妮塔的保镖和仆人，不单妮塔想要什么就跟买什么，而且鞍前马后，嘘寒问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一个重大问题也慢慢浮现。结婚5年之后呢，妮塔依然没有怀孕。后来呢，他们进行检查发现妮塔是先天不孕。不过呢，当时已经有了这个试管婴儿技术啊，于是呢，穆克什夫妻呢就远赴英国，找了最好的医院做了试管婴儿。1991年，妮塔成功生下了一对龙凤胎，长子是阿卡什和长女伊莎。有意思的是呢，通过试管婴儿生下龙凤胎之后呢，妮塔的不孕症居然好了。3年之后，她又生下了小儿子阿南特，这一次是自然受孕。4年生下3个孩子，对，穆克什也对老婆更加的这个宠溺。妮塔说她喜欢站在高处看风景，穆克什呢就为她在孟买的市中心建立了一座27层的豪宅，造价高达10亿美元。
这是全球最贵的私人住宅，有可以容纳80位客人的剧院，可容纳168辆车的车库，还有超大的露台花园，楼顶自带直升机停机坪，一共有600个仆人为他们一家人服务。整个建筑每个月的水电费就要花几十万啊！不过住了不长时间啊，他们一家就搬出去了，不在这住了。据说是嫌周边的环境不好。10亿多美金的房子，说不要就不要了，这太任性了啊！这张照片是前些天为了庆祝小儿子阿南特订婚，他们家这栋豪宅还特意弄了点灯仪式，照亮了整个孟买的天空。不单是盖房子，穆克什还送给妮塔不计其数的名贵的珠宝首饰，包括镶嵌了30万颗钻石的奔驰跑车，还花6000万美元给妮塔定制了一架 A319 作为私人飞机，镶嵌了价值4000万美元钻石的苹果手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最重要的是，结婚36年来，穆克什没传出任何绯闻，对他老婆非常专一。名副其实的宠妻狂魔呀。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妮塔的耳朵特别大，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张照片，和穆克什站在一起时对比特别明显。中国古话不是说大耳有福吗？聊完了安巴尼一家的第一代第二代，咱们再回来接着聊这次婚礼的主角新郎阿南特。首富的小儿子呢，出生于1995年，长得很胖啊，这是因为他从小便饱受严重哮喘的折磨，激素治疗呢让他陷入了肥胖的困境。18岁的时候，他的体重已经飙升至惊人的175公斤。阿南特虽然看着有点笨拙，但他学习并不差，他考入了美国的常青藤名校布朗大学，并顺利完成了学业。他曾多次减肥，瘦下来的阿南特还挺清秀的，有一点贾玲的热辣滚烫的效果。不过呢，药物的副作用使他的减肥变得很困难，而且阿南特呢又喜欢吃垃圾食品，所以没过多久的时间，阿南特就又胖回去了。阿南特除了在家族企业任职外，还非常热衷动物保护，他还创建了一个动物救援中心，救助了大量的老虎啊、狮子、大象等动物。在婚前派对期间，他还特意组织了一次丛林主题活动，邀请这些宾客，包括扎克伯格呀、比尔盖茨啊，换上印度的传统服饰，到他的动物救援中心去参观他所救援的这些动物。我们来说新娘。新娘呢名叫拉迪卡莫查特，出生于1994年，比安南特还大几个月。他的父亲呢是印度医药巨头，他也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拉迪卡和安南特呢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拉迪卡曾经在孟买的舞台学院接受了长达8年的婆罗多舞的训练，就是阿南特的妈妈妮塔跳的那个舞啊，所以呢，妮塔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可能是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拉迪卡的家里呢也不是高种姓，和安巴尼家一样，他们家族呢是吠舍种姓。现在印度前十的富豪大半都是吠舍的低种姓，甚至包括现在的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吠舍种姓，而在贫民窟里却不乏很多婆罗门的高种姓。所以现在用这种种姓去判断印度人的地位已经不再准确了。种姓的作用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不过有钱人只跟有钱人玩是真的啊。阿南特的大哥呢阿卡什娶了印度钻石大亨的千金，婚礼上还邀请到了魔力红 Maroon 5 来做表演嘉宾。阿南特的姐姐伊莎和她的老公是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男方也是富二代，据说啊，家族的资产高达40亿美元，两人结婚花费了1.几个亿。表演嘉宾是碧昂斯啊，宾客的名单当中包括谷歌 CEO、英国前首相等政商名流。据说希拉里·克林顿也去了啊，所以看来投胎真的是门学问啊。所以啊，在这次婚前派对中啊，阿南特就致辞，特别深情的感谢了父母家人，应该的哈。把他老爸穆克什说的是泪流满面。I faced many health crises since childhood, but my father and mother have never let me feel that I've suffered. My father and mother have always stood by me, and my father and mother have always made me feel that if I can think, I'll do it. And I think that is what my father and mother mean to me, and I am eternally grateful.
他们的正式婚礼将在今年的7月12日举行，不知道届时印度首富家庭又会带来怎么样的奢华场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Govind bolo Hari Gopal bolo